咱诊断师时常咧讲诶，讲鲜诶有大鲜诶参细鲜诶，粉嘛有大鲜诶参细鲜诶嘛，对不对？迄、那个成就无共款，就是咱即个心，咱诶用心度若无共款，以后成就就无共款。真诶咧，哦，你用心若十分。上天绝对会给你十分，你用心若五十分，上天绝对会给你五十分，你用心若一百分，上天绝对会给你一百分。这是袂定定的啊。所以，伫这个人生过程当中，咱若毋知影世事人，较早我妈妈拢咧问，若囡仔吼上福建吼。我会讲，啊！你毋知影西施门？我迄阵留着知影咧，我会甲我妈妈，啊！我知影西施门唔对咧，因为咱留着都知影，民俗甲咱点遐，就是咱的西施门嘛。毋知影叶少，哦，各位侪人大家拢知。那安尼吼，咱拢袂对伊无暗声，哦，咱拢要去亲近的佛国。所以呢，伊甲咱五行天书爱怎样？了缘则可入莲花。啊，了缘要了什么缘？咱求得有缘无？有啦吼，是了大缘。咱大家都来念一遍好不好？嗯。会晓念的无？嗯。诚心保守。诚心不修，诚心诚心修炼，诚心忏悔，如有如有，以心加以，以心加以，会所不减，会所不减，以书别作，以书别作，标示前人，标示前人，不尊不归，不尊不归，下到天地。向老天意，业德不念，业德不念，不留念，不留念，以为假，以为假，这就是咱求道业观的十条大观。啊，这个十条大观其实当然两项尔，就是心心好心。用心保守。查甫的咩事？是心忏悔，啊，困倒咧是心心的，吼、哦。所以其实十条大愿的，只要你有这两条，心心抱守，抱着伫道道亲理亲天亲，咱抱两条，心心抱守伫咱的生活啦。所以佛法呢，有当时啊，咱拄啊迄个咱讲师讲三宝修持。诶，好啊！借问咱各位前人，咱五味真经的第一遍，咱有咧困的以前念三拜无？想好用心好。其实三宝修是上界方便的法门来讲，咱咧困以前，你伫心肝内念三拜，一两三四五，迄就是咧三宝修持。因为你咧困的时阵呢。十思集中足济啊，烦恼足济啊。啊，你要睏的之前呢，你用三宝，心内念五味真经三遍。啊，你逐天拢安尼念，迄叫做三宝修持啊。啊，无三宝要互咱种啊，毋是咧危险的时阵才要用呢。是咱日常生活当中诶，咱着会晓用啦吼。咱因为时间诶关系，咱来听一首《飘浪之旅》。